等一下我们看他，哎，我们看 top 镜头啊，嗯，这个球第一次打这个带的啊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，打这个带啊，打这个带。那母球呢？一颗星、两颗星、三颗星、四颗星啊，来这边，好，注意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照着这一条路线来走。啊。现场球迷也很内行啊，对，用走四颗星做球路线。他说四颗星再用力一点的话，哎，贴在短颗星上的话会更好，这样不勉强，不勉强。这球选择打中带还是打箭？对。